其實是 Catherine 啦。點解拍嘅片咧？可能大家見到個背景有啲唔同，唔喺我，因為我而家唔喺屋企，放緊 lunch。咁2028啦，係咪？咁我就想拍一條 video 咧，係關於我中學時期經常食嘅零食啦，咁樣係可能有啲係我細個開始已經食嘅，即係可以話係90後嘅零食啦。咁首先我俾你睇下，有呢個啦，就係、是、蝦餅啦，蝦餅啦，魷魚絲啊，呢只咧我係好中意食嘅，幾乎咧其實差唔多有一星期有兩三日咧都係買嚟食啦。即以前中學時候，小學多啲，幼稚園唔係細個時候多啲嘅，大學中學嘅時候，中學嘅時候就一星期一兩次啦。跟住金梅片，同史萊姆一樣，都係好中意食金梅片。我中意食金梅片嘅原因咧，唔係好似史萊姆咁啦，因為謝天古天樂啦，絕對唔係啦，因為。即是我是因為喜歡它酸酸甜甜的感覺啦。另外就是這個波子汽水糖，可能今天的畫質不是很好啦，因為我現在沒有用腳架的，可能背景都有點吵啦，就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還有另外一個一個類似蠶豆的龍蝦的食物啦，好野味嘅芝士咧，我食完咧都要少翻手指嘅。另外係我由細到大都會食嘅，即係到而家都會食嘅牛奶糖、牛奶仔呢個牌子嘅牛奶糖。咁好啦，今日嘅 video 就係想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有啲咩童年回憶嘅關於零食嘅話咧，歡迎在我這段片的 video 的下面呢留言的，是啦。